请掀开经本第十七面，第十七面第一行，戒欲往昔无量劫中恒发大愿，愿常清净供养诸佛，随愿所行以得圆满，道于彼岸。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幕后这一句意犹未尽，我们略略的补充一点。这个地方要学习的，要学菩萨恒常发愿，要学菩萨的尘世供养，不离开佛陀。在我们后学古德的常讲的，不离开善友，不离开道场。这个道场只要他真正如法，道风学风与经论所说都能够相应，这就是正法如法的道场。我们修学决定不可以离开，因为善游于道场是修学最殊胜的增上缘。末法时期的众生业障习气深重，如果没有好的助缘，的确很难成就。如果是遇到恶缘的环境，实在是决定会随缘堕落。有几个人能在这个恶缘里面自己能够把握得住，能够坚定信心不被境界所转？古时候有也不是多数，现在就很少听说了，不要说见到，听都很少听说。所以这个修学的助缘对于我们这一生的成就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念佛塔就是阿弥陀诸佛如来所在之处，进入念佛塔就得诸佛菩萨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所以随愿所行呢，我们不可以说已得圆满，但是可以说渐渐圆满，逐渐接近圆满了吧。我们今天讲道于彼岸呢，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的方向目标纯正的，值得赞叹，值得欢喜。再看下面这一句，集结无边清净的富业，
这个是一句。即福，这个福是什么呢？福是敬意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，不是世间杂染业啊，是清净的福业。世间人说到福报，也许诸位有听说过，鸿福，世间人常讲的，这赞叹的，鸿福齐天，这是鸿福之大大了。这种福报是讲世间有漏的福报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享福里面还有一些副作用，真的不如意事还是很多，哪能够一切尽如人意？可是轻福则不然了，轻福很不容易享，必须具足戒定慧三学的人才有条件享轻福。世间人享福都喜欢热闹啊，这个热闹场所认为这个是有福之处，轻福是听不到这些喧哗，清净寂灭，与定慧相应，这是真正的福报。这个福报把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欲界天就比我们人间清净很多，色界天更清净啊。那么再提升到声闻缘觉菩萨啊，他们那种清净极灭的境界，我们凡夫想象不到啊。他们所想的乐跟我们想的乐不一样，我们想的乐是什么呢？是五欲六尘的刺激啊，这享受五欲六尘之乐啊。五欲六尘就好像毒品的吗啡一样啊，打下去很快乐，快乐完了之后就很苦啊。可是清净极灭之路那是真路，这个里面有无量智慧，无量的神通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功德啊。那么这个只有这个净业里面才有，你才能享受得到啊。现在大家没尝到啊，怎么晓得没尝到呢？念佛堂念了一晚上了，白天要睡一天大觉，这个就是你没有得到啊。年轻人不如年老人啊，念老人念了一天一夜精神饱满啊，还在外面扫院子，这原因到底在哪里？原因是
年轻人心不清净啊，你还是落在五欲六尘里面，你认为那个是落？落此不疲呀。啊，叫你去跳，叫你去打麻将，打了一天一夜，很高兴啊，乐此不疲啊。叫你念佛了，就累了。啊，这就是说明，这个世间福报跟净这个净福啊不一样。啊，年岁老的人，心地清净。他在念佛里面得法喜，念佛里面得真的快乐，越念越快乐，越念精神越好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诸位如果要发心念佛，大概这种境界，就是日夜不断的念佛，大概在第四天、第五天，你才能感觉到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前面这个三四天呢，这个关口啊，很难熬过啊。如何能把这个关口突破呢？要定，要慧。你要有耐心，要有定力。要有正知正见，克服自己的障难，这个障难过去之后，人就清醒了。你这个日夜念佛不感觉到疲倦，你会感觉到欢喜，你会感觉到这个体力充沛。所以初念佛的人头几天这个难关不要害怕啊，可以说是每一个初学念佛的人都有这种障难，不是你一个人有啊。设置七八了，三四天都能够突破啊。那我们自己也不会例外，以三四天的时间呢，应当可以突破的。一定要自己发奋努力。我们这个样子在念佛堂里面就能积极无边清净的佛业。底下一句，于诸三昧所行之境，悉以明达。三昧就是禅定，就是净宗所讲的一心不乱。三昧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，受是享受，是感受，正是正常，正常的感受啊。诸多的意思，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。正受这里面有四有理，四的正受是随缘，我们常讲啊，自在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的随喜恒顺里面成就无量功德，这个功德就是此地讲的诸三昧。
你得到三昧啊，得到无量三昧，立定就无碍。华严经里面所赞叹无障碍的法界，无障碍是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就是因为理事不能圆融，所以有障碍。如果理事要能够圆融过来了，就没有障碍了。你念上七天七夜，念上七个七天七夜，精神饱满了，越念越有精神，越念越有体力，那你就入无障碍的法界了，理事融通了，苏醒之境，现已明达，明达是智慧现前。所行之境，就是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。我们每天从早到晚，面对着社会复杂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有见、有定、有慧。见是什么呢？皆是守法、守礼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合规矩，这是戒。善巧方便，它合规矩啊，一丝毫都不会错乱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过失，这是戒。于一切境缘当中，如如不动，不动心，心永远是清净，永远是平等的。清净平等就是定，清净平等心照外面的境界就清清楚楚，明了通达啊，这智慧现前了啊。这个句子诸位一定要知道，此地总共有八句，厚厚深于浅浅，好像是八层楼一样。修集净业，修集净福是第一层的基础啊。第二层就得三昧了，就开智慧了，现已明达，开智慧了。第三句说：“或神通力，随如来住。”我们看到这一句，非常羡慕啊。人家能够跟如来住在一起啊，佛在哪里，他也在哪里，做佛的常随众啊，常随弟子啊，我们确实非常羡慕啊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
做佛的常随弟子一定要具备前两个条件，那就是修己敬佛。安住三昧，与一切境界通达明了，要有这样的条件，才能跟如来住啊，才能做如来的常随弟子。不拘束这个条件，你纵然是学佛，跟佛依旧有一重障碍，没有办法亲近佛陀，你也没有办法安住在正法道场。正法道场偶尔来参加一下，参加一下，这第二天第三天受不了了，赶紧离开。什么原因呢？业障现前了。第四句，如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这个境界，这就是入佛的境界。同佛所证啊，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华严经上所说的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尤其是道事事无碍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示现在六道三途。度化这一些最苦众生呢，他所展示的就是四事无碍。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想象得到，正同经上所说的这个境界，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，言语没有法子表达，我们思维想一想达不到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甚深甚广，但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没有离开我们一寸一分，没厉害啊。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若是落实在生活上，就是本经所说的这部经自始至终所说的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尤其是华严经最后一品，在八十卷经里面，品题叫入法界品。可是在四十华严，
翻的就详细的多了。四十华严品提教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普贤行愿品。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如，普贤行愿是能如。入这个字通能通所，那么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那这五十三参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五十三参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现实的社会，现实的生活。这个不思议啊。怎么会不思议呢？我们反复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面，起邪思啊，生恶念啊，造作无量的恶业，招来六道三途不如意的果报，这是我们干的。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环境之中，在形象上跟我们没有两样，生活方式啊，工作的辛劳，一生的遭遇，好像跟凡夫没有两样啊。但是人家心里面从来没有丝毫的染着啊。不但没有染着，而且是增长戒定慧三种功夫。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他的生活，他所实现的贫贱的生活，他非常安分，守在贫贱的生活；富裕的生活，他也能够安住在富裕的生活。这是增长戒学啊，贫贱。没有贪心，没有欲望，富贵一定是以福德、智慧、慈悲无条件的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，这是他的本分。应当要这么做啊！你富贵了，富贵绝对不是叫你自己享福、自己享受，那就错了。富贵是叫你布施，是叫你救济一切贫困。所以富贵人救济社会贫困，是他义不容辞的事情。
他本分里面要做的。为什么呢？信德的流露啊，自信是慈悲，他与心性相应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这是正上的戒学，于一切经缘当中，他能够保持清净不染，如如不动，增上定学。对于环境里面理事现象，夜因果报寥寥分明，一切明达增上慧学。这个叫不思议啊。你看同样的一个境界，凡夫增长贪嗔痴啊，增长烦恼，菩萨在这个里面增上善学，那怎么会一样？这个境界就不可思议了。因此你要说哪个境界好，哪个境界不好，很难讲啊。境界好与不好，说实在的话，与境界不相干啊。再跟诸位说真话，境界里头没有好丑。欧益大师在法语里面说过啊，净缘没有好丑啊，净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，诸位要记住，都是平等的。理平等，事不平等，这个说法是随顺俗地而说的，也就是随顺众生之见而说的，跟你讲理平等呢，事不平等。如果随顺诸佛如来化身大事，那说真话，那告诉你，理平等，事也平等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那是真的，事也平等啊，相也平等啊，没有一样不平等啊。你为什么没有见到平等呢？你的平等心没有现前。如果你的平等心现前了，你见十法界一真庄严一定是平等的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由此可知，相随心转啊，真的随心转。如果我们能够把八识转变成四智，就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你就能入了。你以妙观察之看一切世间呢，突破一切障碍，事实真相你见到了，你用平等性质对一切人事物，一切人事物莫非平等，你看通通是
境随心转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境界不平，觉悟的人呢回头了，知道是自己错了，自己还是轮回心啊，这个八识就是轮回心的。起心动念呢还在分别执着造轮回业啊，自己必定升起惭愧心，升起忏悔心、改过心。要真修啊，修在哪里修呢？绝对不是在境界上修，是在心地上用功夫啊。相宗所讲的心地上用功夫，专八识成四智，用这个功夫。我们今天要不要去学相宗？不需要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原则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修呢？我们在念佛堂中啊，智持名号，这是方法。啊，你看，我们把每一个念头，把妄想转成阿弥陀佛，把分别转成阿弥陀佛，把执着也转成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四智菩提啊！一句名号啊，把八识啊，不知不觉的就转成四智菩提了。念佛与法相有什么分别？没有分别。你要说念佛跟法相不一样啊，有分别，那你是用的妄想分别执着。你的修学两边都生啊，念佛这个法门你修不好，法相转世成智你也修不好啊！你要问为什么会修不好，从根本上给你讲呢，你错用了心啊。这是根本的病因，你错用了心。什么地方用错了？你用妄想分别执着就错了。无论修哪个法门，无论学哪个宗派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正确了。你用心纯正，八万四千法门门门成不上道啊。所以《金刚般若》上说法门平等，这个话是真的，这个话没错啊，真的是平等，无二无别。那不平等呢，都是我们的妄想妄念造成了一切不平等。这个不平等给我们带来不但是修学上无量无边的障难，生活上带来了许多的灾难灾祸啊！归根结底全是错用了心啊。那么不思议解脱境界
原来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当下之处啊。希望通过华严的学习，我们稍稍能够领略到这一点意趣，不但对修学有很大的帮助，对现前生活带来了真正的幸福。下面一句，出于众会，微光特大。出于众会是说我们置身于一切团体大众之中，我们人是一个社会动物，无能离开社团独立生活，一天到晚所接触到的各行各业，每一个行业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团体，一众，佛法名叫一众，这一类。我们现在讲一个行业，一个社团，在这个团体大众当中，我们的仪容，我们的风度光彩所表现出来的，人家一看跟其他的人他就不一样啊。就感觉到啊，你与众不同。怎么呢？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福德。这个人有福德，有智慧，有威仪，叫威光特大了。威是威德了，福德，光是智慧，特是特殊。达是明显到达了，使与会大众啊都能够感触得到。这一句是度众生啊，戒引众生的方便，这是第一了。这一桩事情给诸位同学说，并不是说你在这个社会有崇高的地位，不是，也不是说你在这个世间有很大的财富，没有地位，没有财富，在这个团体广大群众当中，令人敬仰啊，高度的智慧，崇高的德行，诸佛菩萨以这个方便呢，戒引众生，让众生见色闻声呢，见到你的色相；闻声听到你说话的音声，生欢喜心，生敬仰心，就是这个这一句里面呢所说的。
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。第六句是随诸众生所应现身二十条佛，这一些法身大士他们的修学，他们的正断功夫接近圆满了。前面说了嘛，以得圆满道于彼岸嘛。如果就这两句话来说，以得圆满道于彼岸呢，这已经成佛了。已经成佛，不住佛位，退回来做菩萨，这叫道家慈航，退回来当菩萨。菩萨里面有示现，做金刚神，做佛的护法，做佛的常随众。这就是所谓道家慈航。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体会到正所谓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，这个一得圆满道于彼岸了，那他们都是佛啊，无量无边诸佛来拥护啊，示现做菩萨，示现做护法，示现做种种神众，示现为各行各业，男女老少。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帮助佛教化众生。任何一个人做佛都欢喜，不一定要自己去当头啊！人人都要当个领袖，领袖只有一个，那就打架了，就斗争了。你看佛里面这些领袖啊，任意的。谁发心去做，大家统统拥护。没有一个反对的，没有一个有意见的。这才真正叫和睦相处。确实是共存共荣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通达明了，虚空法界是一体呀，情与无情同一个法身啊。他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任何人带头，任何人领导，无不是全心全力去协助啊，就随诸众生所应现身。应当现什么身份，他就示现什么身份啊。那么在这个团体，这一些发生大事啊，这一些道家慈航的诸佛，他们也是这个道理，应以执金刚神的身份出现，他就示现这个身份。所以说
这些发生大事了，神通广大。在这个地方显金刚神的身份，在那个地方又显别的身份。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，华严经末后讲的五十三位善知识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他可以同时现无边身啊，同时现一切身啊。他是怎么个实现的？随众生的念头实现，众生有感他就现身了。正是他自己从来没有一点意思，他才能普遍现种种色身。如果自己有一点意思在里面，那就不行了，一个身都现不出来啊，那一点点意思就是障碍啊。我们很想得神通自在，又不肯把障碍除掉，你怎么能成功啊？所以我们要学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啊，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，自己没有丝毫意识存在，这个与法性就相应，性是空寂的嘛，随类现身，现身的用意何在呢？在调伏众生，那可见的他不是为自己啊。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我们不要说很多了，示现在我们人间，示现在这个社会里面，他来干什么的？他来赞言如来正法了，他来干这个的呀！啊，赞扬啊，讲经说法赞扬啊，言表演啊，所以表演就是做出来给众生看啊，做一个榜样。给大家看，让大家依着这个榜样效法了。所以佛菩萨实现这个样子，无非是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断恶行善，积功累德，他所实现的就是这个。无论实现什么身份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都是表演这一桩事，帮助众生求，帮助众生从迷惑颠倒，从恶业里面回头。真的是回头是岸的，所以他的实现是调伏调顺众生的理念的，或者是我们讲调顺众生的思想见解。
把他那个错误调整过来。福是帮助众生的，降伏烦恼恶业，干这个事情。第七句是：一切诸佛化心所在，皆随化往。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佛没有身，菩萨也没有身。不但菩萨没有身，声闻缘觉也没有身。过去我们初学佛法的时候，总以为小乘呢，大概距离我们凡夫不太远。佛在经上说过，他的烦恼断了，习气还没断，好像距离我们很近啊。我们这种妄想分别执着错了啊！怎么知道错呢？读《金刚经》的时候知道错了啊！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虚脱环已经不着相了啊！虚脱环没有自己以为我已经证得虚脱环了。如果他要自己说我已经证得虚脱环了，他绝对没有证得。虚脱环是初果啊！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在《金刚般若》上告诉我们，初果已经不着相。何况出国以上的这些圣贤，哪里会有着相的呢？这才能超凡入神呐！绝对没有啊着相的圣人。着相的声闻缘觉菩萨没有啊，如果有那实现的啊，正是如永嘉大师对六祖所说的，分别亦非异，是那种人呐，那是不思议境界，只有凡夫着相啊，六道凡夫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天人，他还是着相啊！所以无想天天的天人比不上虚脱环了啊！虚脱环已经不执着身是魔了啊！所以要晓得，佛没有身相，菩萨没有身相，一切贤圣都没有身相的执着，所以他能够随类化身啊，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，这才说一切诸佛化心所在。佛到哪个地方去化身呢？这里说化身，诸位就很明显的体会到啊，应化身佛啊，如同三千年前在印度出现的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佛啊。
啊，这个在三身里面讲的是应身的。为什么叫应身？众生有感，佛应化而来。啊，那么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佛法，众生如何能感呢？众生的观念里面从来没有个佛，为什么会把佛搞来了呢？这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的，众生之感呢有两类，一种叫显感，一种叫明感。显是很明显的，我们心有所祈求，这很明显的，佛来应了，这个感应到脚。明感是自己都不晓得，自己好像是没有求，但实际上是有求。求什么呢？在印度当时那个时代，印度是宗教之国。你看佛在经上讲的96种外道。外道不是骂人，不是歧视。外道的意思，心外求道，所以他不能证得。道不在心外。这些修道的人全都是心外求道。换一句话说，有能求有所求，有能修有所证。我们讲的有修有证啊，有修有证就是心外求法。那么所证的不是真的果报，所以那些修行人把四禅天当作大涅槃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涅槃这个名词不是佛家的，是古印度那些教派里面可以说是共有的。涅槃的意思不生不灭，他们修的修行所求的就是要求不生不灭。一味到四禅天呢，这不生不灭了；到四空天呢，不生不灭了。可是生到非想非非想天，寿命长啊，八万大劫到了还要往下坠落，因为它上面没有了，它就往下坠落了。这个时候心里面就怀疑了，世间没有真正的大涅槃了。祈求大涅槃结果是非常失望的，那一个念头啊就是感啊。佛看到这个人有这么一个念头，他就来应了，你们求涅槃求不生不灭，真有不生不灭，但是你们错误了，方法错了，理论错了。所以佛应现在这个世间呢，满足这些人的愿望。佛怎么不是感应而来的呢？那么佛所现的身相，随着这个业感众生的不同，佛现的相不一样。所以在这个世间实现了人身。因为他的目标大多数这个古印度修行人都是出家人。
啊，婆罗门，瑜伽素论，啊，六四外道都是出家人，所以佛也示现一个出家人的模样啊。啊，出家人好度出家人啊。示现在家人的这个身份啊，因为这些出家人没有真实智慧，依旧有分别执着，一看你是在家，在家比出家了好像就矮了一大截。再有智慧，再有德能，出家人也不相信。那你是一个出家身份在他面前，他没有话说。这个障缘，这个习气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啊。你比如说上台来讲经说法，出家人讲的实在不好，大家听了这鼓掌很恭敬啊。在家人在台上讲的很好，恭敬心升起来，在家人跟我一样，在他心里面没有分量嘛。所以在家人要得到在家人的敬仰，你的表演要比出家人要好很多倍，他对你他是起恭敬心，你跟出家人一样他瞧不起你，你比出家人好，好不了很多他也瞧不起你。这个是我们都能够理解的，我们都常常见到的。所以佛调伏众生确实是无量的善巧方便。那么世心思想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样的身份，随机说法，应当说什么法门佛就说什么法门。佛如果一个人来做这桩事情，他的障碍一定非常之多，这个障碍不是在佛那一边，众生这边，众生好疑，疑心病很重啊，不肯相信的，要用什么方法断一切众生的疑惑呢？那一定要感得千佛拥护，这一些诸佛如来又示现出家在家的弟子，佛的弟子一个个都是聪明智慧，高出人天啊，一个个的德行容貌体相人天所不能比，这么一大群的人都跟释迦牟尼佛学啊，都跟佛学，都做佛的弟子，让这个世间众生一看，看他弟子这样，那老师一定了不起，对老师才能产生信心啊，所以他们呢皆随化往，帮助佛教化众生，他们的这个任务就帮助一切众生对佛生起亲近的信心，他们做这个工作干破坏的也有啊，也是示现
提婆大多专门呢说佛的坏话。啊，说佛坏话，最后呢，最后引起公愤的。啊，他无可奈何，知难而退。这是从反面啊，让那些对佛有疑惑的，最后能够改过自新。所以，都是诸佛如来大权示现，都是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功臣啊，就跟唱戏一样，这台戏表演得很好，那个戏台上有角色，有唱正派的，有唱反派的，他们都是来唱戏，不是真的啊，都是演员呢，都是来表演的，表演得非常逼真，让我们芸芸众生看戏也看得觉悟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在末法时期皈依三宝，做佛的弟子，我们要明白了，我们这一生也是在演戏啊，也是演给社会大众看的啊，要演得很逼真啊，要演得很如法了。我们的剧本是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的大藏经就是我们的剧本，依照剧本演戏啊。有缘多演几天，没有缘，没有缘就收场啊。时间的长短看缘呢，缘是看这个观众啊，看听戏的人他有没有兴趣啊。所以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六道里面舍身受身，不为自己，为众生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也能契入这个境界，像这些菩萨一样。舍身受身呢，也是表演。也是做给众生看的，这个身相与自己毫不相关了。对自己来讲呢，完全没有相。这个话很不好说。明明真是有相啊，有相跟无相是一个相。如果说没有相，没有相，这个身相都没有了，这个可思议。有相就是无相，无相就是有相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那《心经》里面所说的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”，色是相啊，有相啊，空是无相啊。空跟有是一，不是二啊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所以一切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的是身相啊，是即有即无，非有非无，它是一不是二啊，这才入得了境界。如果你把有无分作两桩事情，你永远入不了境界。入不了境界的人是六道凡夫，其入境界的人才是佛菩萨。我们学佛
真正的成就入佛境界。法华经上讲的入佛之见，入佛之见就是入佛境界，也就是说入空有不二。维摩经上讲入不二法门呐，这个不二法门呢，就是佛知佛见，就是如来境界。这个不二就是一嘛，也叫做一真法界。这才是真实的功夫，真实的受用。我们学佛真正有所获，真正有所得了，得到什么呢？得到无所有啊，得到不可得啊。得到的是空有不二啊。所以楞严会上说的很有味道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你得的是无所得，得跟无所得是一，不是二。所以称之为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这个理很深很深，很广很广。诸位同修啊，要很冷静地去想想。这才是我们修学佛法所求的，所希望啊得到的。这是经上所讲的真实不虚啊。幕后这一句，一切如来所住之处，常勤守护。最后这一句，把护法的意愿说出来了。护法谈何容易啊！一切如来所住之处，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住字。你看经典一开端都说一时佛在什么地方，从来没有看到说佛住在哪里。那这个住的意思就很深。这个住怎么讲法呢？佛法住持的所在处啊，这一些至金刚神他们就有责任要在这里护持，常勤守护。世尊，弘法利生是因机，机缘尽了，他就事先入般涅槃了。佛虽不在世间，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还要住一段时期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是80岁入灭。一生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回，80岁圆寂。圆寂之后，他老人家的影响力，我们今天用这个名词，诸位容易懂。
他的智大、德大、能大，所以影响力很深很远。他的影响力是一万两千年了。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这个一万两千年叫做住。佛虽然不在世，这一万两千年佛陀法运影响的范围之内，护法神要长情守护，所以他不说在呀，要说在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，他说住。那么现在我们去释迦牟尼佛入灭已经三千年了，只要我们的知见、我们的修学与经论相应，就是如来所住之处。这个正是与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佛所行处啊，意思完全相同。那个佛所行处就是佛陀教育推行之处所。都是说佛不在世的这个时代啊。并不是说佛在世护法神由护法神守护，佛不在世护法神也就不来了，不是。佛法影响的地区、影响的时代，这一些护法神法运永远常是永远的，不间断的，不但守护，勤守很勤奋的，没有懈怠啊，在这里守护道场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特别要注重的，就是与法相应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这一句跟我说的意思完全相同，护法住处，他这个解释很简单，只有四个字，不是护佛在处，是护佛法的住处。至金刚神这一段呢，就介绍到此地。请看下面第二个社团。第二个社团叫身众身。请看经文。复有佛世界微尘数身众身。出现人数之多，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。显示这个法会庄严伟大到极处啊！每一个团体里面出席的人数啊，真的都是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啊！我们在此地所看到的是170多个团体。每一个团体人数都是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。那么我们要问了，是不是真的只有170个团体呢？给诸位说不止。略说细说说不尽，太多太多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本子，这个华严经的经本，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所见到的，
他老人家告诉我们的，这个本子下本化严，上本经就是华严经的原本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原本，分量有多少？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，这个记是四句叫一记，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，那么要算句数的话呢，一句一句的讲呢，四十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句啊，一思天下微尘品啊，这是世尊在定中啊二七日中所说的。这个经要搬到我们这个地球来容纳不下。这真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龙树菩萨一看到这个经本就望洋兴叹，没有能力接受。太多了。中国古籍里面最大的丛书《四库全书》，《四库全书》的分量现在是把它缩小了，缩成这个精装本，像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缩本的《大藏经》差不多大，十六开精装一本就这么厚。1500册，我那个时候派人去买这一套书，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出来接见，告诉他们，假如一个人生下来就会看书，看这个《四库全书》，他可以活到120岁，从生下来就看，看到他死，书还没看完。那《四库全书》要跟《华严》比，那是大巫见小巫啊，太少太小了。所以龙树菩萨在看中本。看看中本的分量还是太大，阎浮提众生的讲，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没有能力接受啊！再看下本，下本是什么呢？下本是在讲目录提要啊，纪晓岚当年编辑《四库全书》。编辑一部啊提要，目录提要，每一部书，这个书的年代、著作人、书的内容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每一部书啊写一篇，这个一篇呢，像我们现在这个页数啊半页。那么这一部《四库全书》目录提要多少呢？精装本这么厚，5册。我们今天读的这个《华严经》是什么？《华严经》的目录提要啊！是下本《华严》呐，是《华严经》的目录提要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出席当时法会的团体无量无边啊，在这个目录提要把它归纳成170几个类啊，所以每一类里面，那这个代表团不晓得有多少。
所以这个人数才讲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未已成数。那么这个团体叫身众身。什么叫身众身？如果要用类似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逝者。身众身就是逝者。在佛身边照顾佛的生活起居。所以随事成事。这一类也叫身众身。可是佛经里面有一个说法，究竟四十五卷，究竟是六十化音，静音的。经上说，每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，自从有生以来，就有两个身随侍你，做你的侍者，永远不离开，生生世世都不离开。这两个神的名字呢，一个叫同生，与你同生的，另外一位叫同名，跟你名字相同，一个同生，一个同名啊。这两位天神呢，常常啊随侍在你的左右。你升天，他也升天；你到人道，他也到人道。无论你在哪一道受生，他始终不离开你，一定是与你同时生，与你同一个名字。在《药师经》里面也有这个说法，但是他的名字不是叫同生同名，他叫俱生神。是在讲名字虽然不一样，意思相同，也就是与生俱来啊。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，自己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动啊，不要以为没人知道啊。这两个神呢，一天到晚跟着你啊，就像如影随形，和他知道的太清楚了，你怎么能瞒得了他？这两个神与诸佛菩萨、天地鬼神都通消息，你说麻烦大不大呢？像现在电脑一样，它全连线连上了啊！所以实实在在讲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诸佛菩萨、天地鬼神没有不知道的。你只能够自欺欺人，欺那些没有智慧的人。天地鬼神、诸佛菩萨，你有什么能力欺骗？没有能力，没有办法欺骗的。所以，事出世间的圣贤都叫我们真诚恭敬，没有一丝毫的虚伪。你能够这样做人处事，
纵然是世间人误会，不了解你，瞧不起你，天地鬼神尊敬你，诸佛菩萨护念你，你得的利益好处太多太多了。如果你是隐瞒别人，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隐瞒得很周密，让社会大众还对你很尊敬，对你还很佩服，诸佛菩萨不护念，天地鬼神在笑话你，你的亏吃大了，你哪里占到便宜呢？这些都是事实真相，我们应当要知道啊。现在请看经文啊，这个第一句是说明团体的类别以及出席的人数啊，下面呢也是六局上首啊，举几位代表。所谓化集庄严身众生，名号里面我们可以顾名思义，花集本身就是庄严具，古时候人喜欢戴花啊，头上啊都插花，帽子上也插花啊。我们如果看到唐朝时候的这些人物的画像啊，唐朝人男子都戴花啊，男子都戴帽子，帽子上插花啊，即使女人才梳这个头发，头发梳成高高的。各位看到古时候仕女的画像啊，发髻梳得高高的，这个发髻上面呢也插花。那么这两个字的意思，我们要善于领会呀。花表六度阴性，看到花了就要晓得修阴了，植物先开花后结果，花是阴的，有阴必有果，花要开得好，我们就能预期结的果好。所以佛家了把花代表菩萨六度，即是人生最高的地方，这个头发梳高是头发，这是顶端啊。什么是一个人真正的庄严呢？断恶修善，勤修六度啊，这才真正庄严的啊。由此可知，庄严不在打扮啊，而是在真正的德行。
印祖教导我们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，这是真正的庄严。好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利益众生，利益国家社会，这是好啊。如果你心之所思，行之所为是属于自利的，那就不好了。佛法的标准定得非常严格，它有个道理，因为学佛的人不愿意再搞六道轮回了，唯一的一个目的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。你要想脱离六道轮回，那这个标准自然就高了。没有办法把标准降下来啊，降下来是六道啊。轮回是怎么来的？佛在经上，大小乘经上都说，说的太多了。轮回是执着来的。执着什么？执着我。要用粗俗一点话来说，轮回是从自私自利这个念头上变现出来的。只要你有一点私心没有断，你就没有办法出离六道轮回。所以佛说出这个标准，是说出事实真相。佛决定不是勉强要我们把我执、把私心断掉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他是告诉我们六道轮回怎么来的，从我执里头变现来的。我执就是自私自利的意念呐。我们真正学佛的人不能不明白。你今天念佛念了一天一夜了，为什么感觉到累？你执着这个身生活，哎呀，我这个身今天一天不睡觉了，不行呐，疲劳了，他当然就疲劳了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吗？如果你要懂得这个身不生活，他怎么会疲劳呢？身是什么？身像一件衣服一样啊！衣服不会说是白天穿它，穿了很多，它疲劳了，晚上一定要叫它休息一下。你日夜照穿，一年穿到头，它也不会觉得疲劳啊！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！你要把这个身体看作衣服，他怎么会疲劳呢？不会疲劳的。你把这个身体看作我，麻烦大了。我有没有呢？我有。我有没有相呢？我没有相。我能现一切相。所现的一切相呢，无我无不我啊。大乘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，你怎么记不住呢？你怎么不能落实在生活上去运用呢？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要想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，那佛的这个标准是最低的标准，
不能再提。自私自利这个意念呢，要写得干干净净。起心动念为众生，为社会，为佛法。佛法是什么呢？觉悟众生的方法叫佛法了。建立道场，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呢，这个是佛法。这个是佛事啊，佛菩萨的事业，这叫真正的庄严。这是花积庄严身中身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身中身的味道又很浓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佛菩萨的侍者，道场的侍者，比前面金刚神呢还要贴近一层。金刚神是外面护法的，这是内护啊，那这侍者内护啊。护持道场，我们懂得在这个道场里面做一切义务的工作，那你就是这个道场的身中身。还要护佛，佛在哪里呢？念佛堂里每一个念佛的人就是阿弥陀佛。我要发心做他的侍者，要照顾他了啊！所以念佛堂、讲堂、法会里面一些这个做义工啊，护持大家的，对，现在你们讲护法，就是身众神、金刚神的身份呐。念佛堂里每一个念佛人，我们眼睛里头都要把它看成那是一尊佛。他今天在这个地方啊，修的是佛因，将来这个因成熟，预言成熟，必定作佛。如果他这个修因要不间断，他要念到功夫成品，他要念到一心不乱，需要多少时间？顶多三年。三年功夫成熟了，他自在了。他喜欢在这个世间住个一百年、两百年，不碍事。喜欢立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他马上就走得了。这就叫生死自在啊！这个日夜不间断的念，三年的时候，把你五十劫来的业障都念掉了啊！我们今天念佛，为什么业障念不掉？念佛的时间少，造业的时间多啊！消的那个业障啊，还没消一点点，后头一大堆业障又起来了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有这么一个殊胜的道场在这个里面念，那个就不一样了。直销啊，它没有增长啊，没有业障现前啊，念念在消业障，连续消个三年还不都消光了啊？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我们护持的人就是智金刚神，就是身中神啊。我们自己在里面念佛，也要发心照顾别人啊！自己是佛，自己要兼差，兼金刚神的差，兼身众神的差，这次做得圆满了，
真正是积功累德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